因为我睡着了，是的。都可以跳啊！给你开始更吧。嗯，好卡，好卡，稍微一，不卡稍微三。他这车人家招商登记到位，人家那个车就走了，要不然人家就给你了。人也不太多，他这一万公里，他就不管你咋走，人家又一。这真的是地质公园，很有意思。我要去美国的黄石地质公园。对啊，在等，在等位置，等位置，等车过来。等车过来，等车过来。这怎么人气才233啊？225啊？有这么卡吗？还有几分钟，15分到28了。他检票11磅，然后回来可能还是，后来我这就转上了。咱去新疆好多地方，咱把人家那个观光车不收或者还是半票嘞，没有全票，没有全票，可以的。那观光车应该很少吧？人还是什么？没有收过的。恭喜你答对。我操！你把充电宝的线把我卡歪掉，这要命！太远了，然后啥？为了这个就在跑。那今天再找你去，其他地方算了，看你。1个半小时的。这如何是好？更诡异的是，居然可以充电。可以充电，可以充电，可以充电就好商量。只要把电充完都行。我跑你妈的！
快啊，时间应该到了。开一个门吗？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坐在第一排。还有人呢。好吧，我们找了个地方啊，这里是。这里是雅丹鬼城，我们现在上了车，下面这么多人，我操！我干！哎呀，我本来是第一。
那就不对了，马上那就完全转过去了。今天正好花了一千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花的，把车花了一千。哦，两天花了一千。接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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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吗？欢迎抹茶。没有啊，来看看我说话的刷不一。就不让人往里面走，对吧？对，不让吧。走进去就是戈壁啊！走进去就是民主方向的，走进去就跟你跟外面去那个一模一样，怎么转都是一样。什么叫怎么转都一样？它是为啥叫鬼城啊？转进去的什么？就是你怎么转，你怎么转，它到。太难了。他这个游戏没法好好打，妈手打都肿了，真的是手打都肿了，不是拉弓姿势不对，那手疼你们知道吗？手疼，都轮不到姿势这一回合。走，啊，真的是有点难。我不说，我射击类的游戏都很准的，啊，那个我射击的游戏都真的很准的，就是肉体射击类的，不是电脑射击类的，真的超强，我都射不中。我射了十箭才射中一箭，我敢肯定正常人都打不中，真的不骗你们。不瞒你们啊，现在去看一下，我操，你这个古城也太古城了吧，这枣子也太写实了吧。哇，羊皮啊！这古城也太古城了，真的是，古的我不行了都。对啊，在古城。好，入口区。哇塞，我们居然有飞机，这里居然有飞机。这飞机怎么回事啊？这能上去吗？对啊，马上狼杀，估计八点吧。诶，我看到我们的车了。这个城有点尬。先看一下我的车在哪，哪一辆是我的车？哎呀，有没有？
美女小姐姐啊，不是这个。有我的包在车上吗？包什么样子？好像不是，我看一下，因为我是昨天丢在这儿。好像不是这样。吃饭了？对，吃饭。你吃了吗？还没吃呢，我刚过来，我从鬼城刚回来。射中一根。射到六环，离靶心差了108000里。哎，这辆好像是我的车。开，开不开？那就不是这辆。开不开就默认不是这辆。开这辆。开。这辆再不是，啊，这辆还真不是。问题是这样的，如果这辆也不是，那我的包呢？那我的包呢？这样是真不是。这样是一定不是。那又尴尬了。好像也不是这辆。哎操！哎，开了这辆车。哦，哎，我找一下我的包。你的包在哪个车啊？应该是这辆车，我去看一下。不妙啊，这辆。对，是不是有车开始接人了？那过儿在哪？啊？我过儿在哪？洗手间呢？洗手间那边。啊？是帐篷啊？是帐篷啊？这洗手间是帐篷吗？啊，好，好的。没报。我操，在这种地方打舞台，666。这真的是比在上海北京打舞台贵多了，没个500万搞不下来。主要是我想知道这谁来参加这个狂欢节呢？我操，这又是什么？
别跟我说住着啊。不会真住着吧？一个室内装置。罐呢？啊？你们是零人的吗？什么？你们是零人的吗？啊，差不多吧。翔哥是朋友。哦，那罐看到了吗？谁？有你们有充电的地方吗？哦，有啊，有的。他们办公室也有。好，先去上厕所。洗手间哪边啊？洗手间哪边啊？坑我，抓着走路很耗体力的吧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是不是有几辆车不在这里啊？是。是不是出去接人了？我有一个包在上面，不知道是在哪辆车上。你是在这种车还是？这种车。还会这种吗？我不记得，好像是五号车。哦，我待会帮你问一下吧。就一个 LV 的包，然后就那个蓝色的，蓝白红的。对，双肩包。你现在随便问一下吧。我问过啊，就我看是不是在这辆的后面，这能开吗？这辆应该没有。没有对吧？那你们去干嘛？我现在送他们回酒店。哦，再一会儿再过来对吧？好，他们也送，好，拜拜。我操，这回，这是我遇到过最大的辐射帽。四辆车全回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操，这风大的！哎，这师傅，我麻烦问一下，你们的女主播是不是在这儿？在啊。她租了我的一套衣服，我这不要下班了，不？那你跟我走，去办公室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女主播已经走了。但是他把衣服没给我还呀。那你要找工作人员联系他。有没有他电话？好了。哎，我有一个包丢在一辆车上，是不是外面有车啊？这里刚刚四辆我看了都没有包。哪辆车？在酒店估计是。酒店？什么样的包？酒店那就更不对了，总不能丢前台了吧？是我昨天下车，我就没拿一个双肩包。是黑色的那个？对。C 车。不是 C 车，不是黑色的，是一个 LV 的一个包，皮的。哦，那我是白红蓝的，我觉得丢不了，就肯定在哪个车上。对，我就所以说是不是有车去接人了？车来回跑，有可能你就刚刚这里四辆上面没有，你都看了是吧？我都看了。那剩下几辆在酒店呢？回去再看吧。我主要是没充电，那个挂人呢？挂人呢？那边办公室有充电的吧？有，对，洗手间。洗手间的那边。啊！我刚从那儿过来。那边后边随便尿一下。那个叫什么？晚上狼杀在哪玩？待会儿又在过，是不是在大街上？是吗？哦，嗯，就也不算了。什么的啊？我靠，原来是建筑投影啊！666啊，工程投影仪。上班了，这开始走大几分？没有黑颜色。那你们有要回酒店的吗？哪里充电？天天不住这儿吗？哪里充电？对啊，有充电宝吗？这两个充电宝是不是？但一会儿要直播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这个可以充下电，是吗？不是。我只能借着充下电了。那里有
啊，主播没电了没？哎，你在干嘛呀？应该是哪个主播的？进来冲一下。嗯，他回去了。我刚刚没联系到他。我今天去了雅丹。找谁呀、啊？你找谁？我找一下你们俩。鬼城，我一个人去的，刚回来。找谁？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电话？没电话，他租了我一套衣服，他一出来。长头发，长头发。啊？长头发，卷发。他说是你们这是你们十年的，然后写的。是我们这边。哎，对。你留他电话了吗？没有。我们这儿有一百多个人，你找谁去？穿一套你什么衣服呀？红色的紫霞的服装。哇，紫霞的。哎，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挂了。嗯，哇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应该是那个好是吧？靠右边主角。哎，我们要跑到，所以我在哪里啊？啊，晚上在哪里玩啊？先随便逛逛波波呗，晚上我们在营地里面玩。营地？对啊，我们那里不是有一大堆帐篷营地吗？这怎么玩啊？嗯，坐哪儿？帐篷呀。坐帐篷里？对啊。这一个帐篷只能坐两个人吧？哦，晚上玩狼人杀，那个帐篷也是大的那一个，白的，有灯吗？有，那里面会做一个像，就是一种视觉效果，像在海里面一样，周围的那种声音。海里面，好吧，大概几点？现在八点啊，现在七点。我不知道那边什么时候能够。我现在八点。对啊，这天还没黑呢，我不知道那边什么时候能够准备完。不会到十点吧？其实我也无所谓。需要十二个人吗？我还得去给你找十二个人。对啊。因为很多人都不会玩，你可以教他们吗？肯定要教的嘛。会玩和不会玩对我来说不会差太多。对啊，他们所谓的不会玩就是不会玩啊，差的真的不会太多。这是敦煌古城，这也是敦煌古城，我们在一个旅游景点，就像那种什么影视基地一样。然后我们做了一个音乐节的现场，明天搞音乐节。我想直接播好网上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没找到。包拿就是吗？拿给他。包。拿，然后把证件拿出来，我插一下。那个阿琛，阿琛，这里有很多筷子。这里有很多筷子。来，给我，你要几双？四双。好、哦，谢谢。我也 OK 了 ，OK 了，快坐那，快那个去。哦哦，行。我把筷子收起。我把总共带了多少根电话线？哥们就没来了，
这给你说人了吗？好了，不一到现场，我决定玩好网上。画面没有卡，画面卡的鬼啊！我操，还少三，哎，你们，我还少个三脚架，画面怎么卡了？有三脚架吗？没带。估计你也没有。有是有，但是没带。哎，那天我们是没带，在车上。你要把它拿下来。但我不知道在哪个车。但是今天晚上住这里。一会儿玩几个面试。那天我们是不是坐一辆车的？就昨天下车前。好像是。那辆车在哪？我的包在上面。昨天我跟丸子、跟草莓还有你是一辆车吗？你跟丸子跟草莓吃完午饭，是不是吃午饭前我们是一辆车吗？吃午饭后赶到月沙泉啊，月牙泉。吃饭前我们是一辆车吗？吃饭后不是对吧？你去问一下嘛，你问草莓哪个？问丸子啊？哎，他们也不在。他们在哪儿去了？他们应该晚上会过来的。三面啊，祖传。要进一步的，你说。然后现在我要想一个。我现在啥在哪？我要想一个。我现在在这待着。哦，行，那我等着。三脚架把我架起来。我充个电，你帮我看着。稳不稳？我先要充上，别手机充上电。对，这个你拿着，这个也没电，这个也没电，我先充这个。插电绿的，对，变绿了就换了。插哪？这个。哪有充？插靠里一点。现在是他那个舞台部门还是台风舞台？我要吃电嘛，他们的电先吃完。我一会儿去找他走。哎，你就找地方充吧。休息一下。插着脚，你等着。先大量吃电，把电吃完。现在可以调清晰度了，等一下，我来调一下。